放生不能固定时间地点采买及放生，以避免有心人士伺机敛财捕猎，害及物命。阿弥陀佛。哟，李居士来了，杨居士没一起来吗？杨居士一会儿到。您看，知道你们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来这里放生，所以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真是谢谢您了。我马上给您送过去。谢谢。放生的仪式结束后，被放生的苦难众生重回自然，欢喜无比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喂，杨居士啊，好的，我们等您。杨居士马上过来，让我们等他一会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干什么呢？那个人是在捕鱼吧？我们快去看看。赶快！那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别人刚刚放生，他就杀生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他们要不是把鱼放生在这里，那个人想捕也捕不到。这位菩萨，这些鱼是我们刚刚放生的，你能把它们再放回湖中吗？这位菩萨，您就发发慈悲心，把这些可怜的鱼给放了吧。为什么放了？我们对待众生都该有慈悲心呢。你有啊，我没有。菩萨教导我们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，只是捕些鱼罢了。再说了，这湖又不是你们家的，凭什么你们能来这放生，我就不能来这捕鱼呢？那你也不能在我们一放生完就来捕鱼呀。那你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捕鱼？你就不应该抓这些鱼。不抓鱼我吃什么？行了，你别管这些闲事了。你也太不通情理了。是谁不通情理啊？我们一个愿意放，一个愿意抓，两不相干嘛。可你抓的是我们刚刚放生的鱼啊。你们要不来放生，我还没有那么多鱼抓呢。你说什么？这哦，倒霉，今天怎么让你们给瞧见了？平时啊，初一十五你们不都是放完生没多久就走了吗？怎么今天待了这么长时间呢？你每月初一十五都来这里捕鱼？哎呀，我是为了不扫你们的兴，每次都是等你们走了以后我才下网的，没想到今天你们居然待了这么长时间呢。李居士，这你放了他们就是在救自己的命，就是偿还你抓了这么多鱼所累积的杀业呀。鱼和我们都一样，会害怕会痛，求求你大发慈悲放了他们吧。你捕了一船的鱼，最后都让人给吃了，这杀业多大呀。你放这些鱼一条生路，也为您自己和众人修些福报啊。谁告诉你这些鱼是卖给人吃的？那是用来干嘛的？放生的。罪过呀，罪过。我们只想到要放生修福报，却反而伤害了物命，让他们遭受了更大的苦难。你们才买鱼呀？李居士，还需要鱼吗？王老师，你说我这罪业是不是造大了？阿弥陀佛，李居士。法师提到过，不能固定时间地点采买及放生，以避免有心人士伺机敛财捕猎，害及物命。受教了，谢谢王老师，以后我会注意这一点的。